碗牛肉面看了食指大动，年年都有的牛肉面饕味大比拼，让大厨展现烹调功力。官方认证的得奖店家赚到知名度，也助攻台湾观光。要夺得这次的冠军，我觉得是我们很努力在做每一个细节，不管是汤面肉，那我们都把它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来这边比的牛肉面，就是在店家能吃到一模一样的牛肉面。超商抢百亿冷冻商机，少不了牛肉面这位。携手航空公司空厨，把疫情冲击吃不到的商务舱指标美食摆进超商冷冻库，限时贩售。那我们也瞄准了类出国商机，加上国人其实蛮喜欢吃牛肉面这样子的产品，推出商务舱才可以吃得到的牛肉面。那消费者其实只要在家简单复热就可以马上享用。因为你想要这吃牛肉啊，你要吃到真的牛肉的那香味香气，配一点红酒，它会带动它的味道出来。还有企业美食家顾仲立把爱吃的牛肉面端出来，虽然实体店因为租约到期熄灯，但总裁等级牛肉面依旧有不少老饕力挺，转攻电商继续线上销售，不让美味断线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